好险我这一赛的还不是婷婷的，婷婷在那一赛，在旁边那一道的，想不到跟飞这么厉害、啊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我就不要！耶耶耶我很安全。抓到我了，睡得很香的时候，婷婷过来摇，老公，老公，对，你好，帮你。跟飞系列啊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婷婷是空服员，她有时候飞出去很久，都是大概我们四五天不能见到面。其实以前我就陪她飞出去过，然后我想说这一次干脆我就偷偷变装，在她工作的时候，我就出现在她工作的那个场合，来看她会不会发现我。这次来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，那这次要飞的地方是多伦多哦。我们的婷婷小姐现在也跑到了前舱，就是商务舱那边，我就买了一张商务舱的票啊，我要坐一下商务舱，我要去 VIP 室，第一次人生升等啊！啊，我进来了，就长这样，是的。OK， 各位体验出来了，然后现在准备登机。蛮不像我的。我一直蹲，好险我这一赛的还不是婷婷的，婷婷在那一赛，在旁边那一道的，想不到跟飞这么厉害、啊。出来了，我就不要，耶耶耶我很安全。发生了意外，您直接抓到我了。我睡得很香的时候，婷婷过来摇，老公，老公，对，你好，帮你。没有，在登机的时候，我一路躲，我还偷拍你。登机的时候，前面就在跟我说，是你老公吗？然后就冲出去看，是我没看到你看我，我就一直说，我们观察每个客人。因为我看到你有冲出来，然后冲进去，然后往后跑。我说，我就想问你，太忙了，你一直前后找你。但我觉得，我就把毛毛拿掉。我觉得就是你刚被什么样子，我就不丢脸。不是我，不，我跟你讲，我在飞机上我没有贴这个，我这个是对你用，因为我发现你不在我这边，我这就拿掉，然后我就用个正常人。然后因为我还有贴尾，大家说不是很容易被抓吗？你们错了，我平常很喜欢穿短裤，然后我这个墨镜，上飞机当然不要戴墨镜，我就是弄得很正常，就是不要在我这一块起疑。哦，这才是伪装的最高技术。然后马上被认出来。我还特别买了一个前舱，还想说可以好好看到你工作的样子，辛苦了啦！我知道你应该是在里面打伞的，对，准备餐点。对，我就是做了一个小的厨娘帮手。对，有，那喜欢这趟旅程吗？喜欢，睡得很香，like a baby， 大家经过都你老公睡得好香甜。等一下休息一下，我们在多伦多。别扯我胡子了。扯不要扯我胡子，要消化多久？我们等下去多伦多附近找个吃的，休息一下啊。今天跟飞算是成功。